题。为了稳住学生的权，首先安排同学们搬到学校的办公室吧。为新来同学做的特别的任何题，就像小公子李海的话说，学中啊是属于所有族群的，选你手中有票，如果不做票的话，让国盟在雪中胜出的话，那雪中就会变成下一个极大的山。为选民一定要稳定的投下那一票。也是政治领袖展示实力的最佳舞台，而不是侮辱笨拙笨手的舞台。南华说，他不介意被侮辱，但是他不愿意看到人民呢被政治的领袖愚弄，尤其是国盟每一天都在向人民发放来表达他们的执政史的失败。所以南华挑战国盟，如果要争取选民的支持，就公布他们在执政中央期间的政绩，如何对人民有益，而不是一味的谩骂对手来夺取。新蒙的最难度的长相同志提醒了子民，而是路见他走访巴沙的时候，卫星大学的就说，人雪中呢是国内生产总值最大的贡献州，是全国经济的助力之一。因此呢，雪州政权必须由南方政府统一，才能够让安华推出的昌明大马政策顺利落实，带领雪州面向更好的未来。需要的是可以受贿，至于退免免费